现在来进行三连音系统的节奏变化。首先是三个音全部都打，每拍有三个音 1, 2, 3, 4 1, 2, 3, 4 1, 2, 3, 4。 接下来三连音里面我要省略第二个音，打法还蛮多元的，你可以多用右手，多用左手，或者是两手交替，声音听起来是ba嗯ba，连续的话是ba ba ba嗯ba ba嗯ba ba嗯ba，来喽 1, 2, 3, 4 1, 2, 3, 4 1, 2, 3, 4。接下来是三连音省略第一个点，声音听起来是嗯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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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喽 1, 2, 3, 4 1, 2, 3, 4。再来是三连音省略第三个音，声音听起来是吧吧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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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是三连音里面省略两个音，只剩第一个音的话，声音听起来是ba嗯嗯ba嗯嗯。2, 3, 4 1, 2, 3, 4。只剩下第三个音，声音听起来是嗯嗯ba嗯嗯ba嗯嗯ba，来喽 1, 2, 3, 4 1, 2, 3, 4。再来是三连音，剩下第二个音，省略第一跟第三，声音听起来是嗯吧嗯吧嗯嗯吧嗯嗯吧嗯，来喽。再来是三连音，全部省略，听起来是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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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 2, 3, 4。要把这八个的节奏全部都练熟，然后把他们的声音背起来，记住这些节奏的声音，比用肢体去记住这些动作更加重要。